陈董的大名是。陈董，陈董大名是。陈文忠，陈董，应该被叫错了。陈文忠，陈董。坐在那边没反应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身份比较高，要叫三次，陈文忠、陈董，他才会上台。来，我们有几位？五位，请陈董为我们抽出五位。这五位幸运的是，可是这里边没有我的号码。3132322917617615175号，来五位朋友，陈董请圆物，你要帮我们颁发这个五位朋友。来，对奖对奖，没来的我们就放弃了哦。拍照，来，还有一位，一位在哪里？好，五位幸运的朋友，现金奖。哎，抽到现金一般都很开心，你们怎么都没有笑我？要不然给我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好，好，来，谢谢陈总，也恭喜五位。接着呢，这是几位？三位。